E 四十一页，哎，六百四十一页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《楞严经》讲义六百四十一页。今天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，叫做三摩。前面叫做说什么他，从现在开始呢。 叫进入山摩，那么色摩它就是叫你舍世用根，开采这个不生不灭的清净自性，啊，那么三摩呢，就是告诉你如何来进入如来的境界，怎么修，啊，换句话说，每一个人。 都有佛性，都有如来的德性，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藏性。那么从六百四十一页这一开始，就叫你用什么方法进去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人都有一间豪宅，但是啊，哎，没有钥匙啊，进不去。没有钥匙进不去。 或者是找不到门的人，你也进不去豪宅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都有如来藏性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不得其门而入，那你的如来藏性也开采、开显不出来。换句话说，你有一间豪宅，但是你要得其门而入，而入。 就是你一定要方法正确，所以这一段就是告诉你如何来修行，这样可以进入如来的不生灭的境界。六百四十一页经文，啊，这是依据前面那一段，大众领悟，赞善谢意。 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是悔，疑惑消除，心悟实相，生意轻安，得未曾有。说此文呢，总结正答，富罗那、弥多罗尼子、监视阿难两大颗满池啊，就是富罗那、监视阿难。 同时附带也要开示阿难，当然这个就是表示在座的根基呀、啊、根器呀、啊，佛都有兼顾到的意思。说正打满池，兼视阿难两大科。以前打满池之后呢，无有结文，没有一个结文，所以。 持故持，并解先须领悟，必由开示。故阿难及诸大众闻佛开示训回，为续满持之名，设在大众当中。没有讲到满持，当然就是设在大众啊，大众中非单结阿难。 意思就是，不单只是对阿难而言呐、啊，疑惑消除者，疑惑有五种：护罗那、满词，啊，有四阿难有一个疑惑，而词啊都是生疑的细惑。这个满词子啊的四种疑惑是：一就是疑清净本然，所谓清净本然。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来藏性都是清净的，为什么云和会呼声三种相续的啊世界啊众生啊，业果三种相续，佛就开始以万法生续，也就所谓的不空如来藏了啊,啊，起一念无明。 故有世间诸相，这个一念无明啊，有时候我们称为根本无明，有时候我们称为无始无明，其实指的是同一种东西。啊，许多人看到的经典呢、啊，还写信来问，在这本经典呢看到根本无明，在另外一本经典呢看到生相无明，在另外一本经典看到无始无明。 在另外一本经典又看到一念无名，他搞不清楚。那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无名？哎，这个就是每一部经典在叙述的时候，它有自己的名相，所以有时候称一念无名，啊，有时候称根本无名，有时候称身相无名。 身相无名，有时候称系中系无名，非常微细的无名，哎，有时候称为无始无名，所以站在每一个角度都有它诠释的角度、立场、依据的经典，是其无念一念无名啊，这一念就是非常清楚，就是非常的微细。 难以觉察，故有世间诸相。啊，诸位，你告诉这个世间种种的相，告诉一切众生，这个是如梦幻泡影的，没有人会相信你的。而、啊、这明明有山河大地、日夜星辰，你为什么讲是虚幻的呢？是不是？除非他有学佛，能够理解啊，众相本空，生灭无常，缘起无自性的道理。 否则，你跟众生讲，他一定有两种货，一、同分望见；二、别业望见。所以，他一定会卡在他有实体性的东西。有实体性的东西，他这个烦恼就不会断，什么都不肯放下。为什么？他认为有东西嘛。所以学佛就学什么？就学没有东西。没有东西，啊。 呃，这个修行，如果你一定要论输赢的话，就像赌博来论的话，你一定要论输赢，那么就是执着就是输，兼顾执着就输得很惨。放下的人就赢，无争的人就进入绝对的赢，忍辱的人就赢。 所以你修行，如果要用世间法来论断，一定要论赢跟输的立场来论，那么就是坚固执着的人就一定输，输去如来藏性啊。肯忍怒无争退让，他就赢，赢得了清净心，无争没有能所，啊，这个就是用比较世俗的角度来诠释，啊。 也许不是很得体，但是观念非常的崭新呢。哦，就修行跟赌博一样，不是输就是赢嘛。啊，执着就是输，不执着就是赢，就这么简单。一翻两瞪眼，你你看过人家在赌博吗？就是一翻就是两瞪眼，不是赢就是输啊。佛法，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不是赢就是输，就用这种观念来。 你就会特别小心哦，看不自己不对劲，就要好好的约束自己了。底下二以五大性不相循，何得互骗无碍？啊，地水火风空不相循，为什么能够互骗无碍呢？佛就告诉他：以全相即性。为什么？诸位。 相相本空，所以相相当体即空就是性。因此，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当体即空。你用这个不变随随缘不变，这个很容易落入二分法。有一种随缘，有一种不变。为什么？它是两种观念的，它没有办法恢复到当下那一刹那，这个会变成二法。一二三四的二。如果你了解相。 本空就是性，你这样就了解，没有一种东西叫做永恒，其实就是用空来代表永恒。诸位能够改变观念，这个是最好。相空就是永恒，你记得这种观念就意、是、思就是完全就是佛的正确的知见。像本空没有东西可以讨论，只要但有言说，它都无实意都是四心分别、周遍嫉妒。好，那你向向空，向向空，向向。 那、啊、本来就是不可得，哎，相相皆是法身佛啊。所以以前相即性，为什么所有的相都是本性引现出来的？没有一项不是本来啊？为什么是本性引现的呢？因为都是法性本空，法性本空。那如果你能够了解所有的相， 色身香味触法，根尘是一十八界，通通是本性，那么就很好做事。所唯不变妙体，故得随缘自在。所以你在这个不变的妙体，你必须要活看，而不是有一种东西叫做不变，而是因为与空相应的东西，它叫做不变。你一定要确认这个正确的角度。你认为有一种东西不变，完了。 那为什么讲如来藏性就像摩尼宝珠呢？随色随变呢？随着七大会种种的变化，就是表示它没有一丝一刻不变化。可是当地机空，它就是不变化。啊，要这样子去理解，千万不要误认为有一种东西叫做不变，那么就没办法一提起用了，就一潭死水了。所以啊，啊这个妙题呀、啊，就是重点在诠释无生，同时啊。 不坏大用，记得无生才能够大用，是故得随缘自在。第三，以诸佛如来何时复其其望？啊，是佛是以忘本不生，那么忘本不生，其实就不需要去灭它。诸位，你能够体体悟到忘性本空，其实本不可得。 所以修习佛道，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所以无所得，所以燃灯佛才会把它传法给他受记，你未来成佛叫做释迦牟尼佛。诸位，若悟无心法，即是传佛心印。你听过在禅宗这句话吗？如果你念悟到一切法无生，一切法不可得啊，即一切法无心啊。 那么，佛就是把波传给你了。所以佛已是佛一世妄本不生，如一眼见空花，空花本不生，真性终无变。如矿即消，成间不复重为矿。以是，一切众生何因有妄？自必妙明。佛是以自称为妄因，何有因呢？ 若有所因，银何名望。阿、啊、难疑佛。啊，前面这四个是满慈的疑惑，佛一一为他开示。阿、啊、难疑佛，顿弃因缘，平常所依靠的那一只拐杖，因缘法，全教的因缘法，突然佛也一并的摒弃。啊，告诉我们如来藏性，它是绝对。 独立的非因缘法，为什么记得有增有减有能有所有生有灭有根成事，叫做因缘法。诸位建立这因缘法，它的根本思想必须承认微臣有其自性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相分析到最后，那一个最维系的颗粒微臣。 他有其自信，你才必须承认，啊，他有其自信，如果颗粒为尘没有其自信，那么所有的相都不可得，当体即空。如果说你承认那个因缘性，就是承认颗粒为尘有其自信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二圣人所修的虚空观，啊，一直分析，一直分析，分析到最后，哎、欸，有个颗粒为尘啊，认为再分析下去。 就变成空，佛陀说：，西色不成空，何空也不成色。所以你前面这个没有听，今天的听又开始很困难。你只要缺少两堂课，或者是一个礼拜没有来，一看，哇，那也罢哇呀，哇，四堂课没有到就一百多页了，啊，现在是不是高铁？现在是坐飞机啊。 啊，所以说你一堂课没有来，就二三十页，就 pass 过去了。因此，听经文法还是要坚持。说阿难依佛顿弃因缘，啊，空难自然。佛是以至真本有，达万本空。那么这因缘自然，自然就是无因论呐、啊。因缘就是生灭，所以因缘就是能所不断。哎，根尘世建立叫做因缘法。 没有建立根尘，是你你怎么建立因缘法呢？啊，自然具为序论，因闻重重妙事，所以疑惑得以消除。六四二，满池之因一果，又一忘有因。阿难直令系中系中，就是以前修因缘法的全教的方便说，是诸法因年生，诸法因年灭。 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哎，这个是阿含重要的思想，缘起性空。那么就知道二圣人这个是佛一时方便说。所以佛陀为什么要讲啊？因缘法为了破外道的无因论，佛为了破外道的无因论才讲因缘法。可是对二圣人来讲，这个听了几十年的因缘法。 啊，佛在七十二岁左右，啊，讲《弥陀经》《楞严经》，佛在七十二岁，哎，那么就是说一切的，啊，二圣人根器都已经应验具足了，就准备讲最深最究竟的、最上圣的无上大法《楞严经》，所以啊，这个时候。 佛又告诉他们，连这个二圣人所执的全教的因缘法都要放下，因为那个不是佛果，那个是佛一时慈悲啊所讲的化成。所以这个阿难呢，直令系中啊，平常所执着的因缘法全教，以真烂智，就是怀疑啊，这个真心啊，是不是跟自然的无因论本质其然吗？ 啊，佛说不用修行啊，本来就存在啊，是不是？那跟外道也是一样啊，放置不用修行，八万四千劫以后自己成道，这个完全是自然啦、啊，完全是无因论啦、啊，啊，是不是一样？所以这是疑以,以真心，这个真就是真心，怀疑这一颗真心，佛讲的不用修行，跟外道的无因的自然论怎么样？混乱，分不清楚，烂就是分不清楚啊。 啊，混淆！现在末法时期也是这样子、啊，鱼目混珠啊，龙蛇混杂。现在的末法就是这样子啊，啊，分不清楚什么叫做正法，什么叫做邪法了。那么阿难，这个是怀疑真心啊，混乱的无因的自然论啊，二人皆单凿细论。 细论就是不究竟，四心分别不究竟，佛又回以细论无功。若不是细论，则力竭徒劳，终无施政；能舍细论，则狂心顿歇，谢即菩提。与虽都对阿难，亦则尽为满词可谓一点水墨，两处成浓矣。啊，一点水墨，哎。 一点点的水墨哦，两处哎，像画龙点睛的意思啊。哎，以下故同的心物实相，此实相即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，菩提甚净明心是也。空如来藏，前面三卷已经悟，故不止在内。第二卷。 十方显见之末，啊，佛则汝等狭劣无事，不能通达清净实相，这个是第一次啊。佛说到这个实相，则后文，婆望所出之真，是科啊，五音六入摄出十八界，是科所会之性，皆是实相。第三卷。 元章七大之前，许令当来修大圣者通达实相。次日第二次说实相，则以下所谈七大片州及阿难大众所悟啊片常之心，即是实相。第三次啊，此处经家所叙一物实相，可以推知前来佛说或恶障，正达满持，皆是阿难，全是发挥实相。实相就是无相。 无不像用现在啊的语言讲叫做真相。人生宇宙的真相是什么？就是空相。你不可以坏言起，这个就是实相。以前用这个实相的名词，我们现在用叫做真相。世间的真相就是世间的实相。世间的实相是什么？就是无相无不相。人生宇宙的真相是什么？就是万法都是假象，也就是空相。 啊，身亦清安，得未曾有。意就是心，三界末，安乐与大众悟空如来藏，则也身心荡然得无挂碍。悟空藏，则妄身妄心，荡然无存，故得无碍。啊，真身真心呢、啊，荡然宽阔。什么叫做真身真心呢、啊？啊，就是法身，叫做真身了、啊。法身就是无身了、啊。啊。 那么真心呢，就是如来藏心呢、啊。啊，为什么我们的真身真心呢？是荡然宽阔，这个如同虚空，跟虚空一样，哎、啊，不着虚空就是法身，着法身就变为虚空，因为是法身是真空嘛，就变为没智慧的王空，哎、啊，就是这样子。 啊，悟了，虚空就是法身；不悟，虚空跟法身有二法。底下是本无挂碍，今悟后二障，则身心清安，了达无名万法本空，无有身心出众之见。啊，所以叫做清。啊，这个见，啊，就是一些意识啊。 无有身心初中之见，也就是着的意思啊，所以叫做清；自知菩提真心本有不借其劳恳庆之功，所以叫做安。啊，所以修习佛道的人有感到清安，这个是很可喜的，但是不能执着。此皆昔日未成得，而今得知，故曰得未曾有。六四三，重复悲泪。 顶礼佛祖，长跪合掌而拜佛言：无上大悲清净宝王，善开我心，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讲，引助成名，出离苦海。解释一下啊，这阿难哎、啊、又哭了啊，哭了佛就一直讲，所以这一本经啊都是阿难哭出来的。 隆重逃靠不也靠我拜了，靠我拜啊！啊，如果他没有哭啊，佛就按了、啊，你就开悟。大概你没有哭，大概就是开悟的就不用讲了。所以就一直哭，他就一直讲，一直哭就是一直讲。哎，后面会讲啊。阿、啊、难总共到现在为止也哭了五百，重复悲泪啊！哎，是顶礼佛祖，常和长跪合掌二拜佛眼。啊，是无上大悲悲啊，就是拔苦啊。 啊，所以人家讲你佛教啊很悲观，哎，是对的、哦。这句话是对的，说你佛你们佛教很悲观，这句话是讲对的。悲是拔苦观，我们佛教专门在拔众生的苦。但呢、啊，记住、哦，佛教不是悲哀观哦。诸位差一个字差很多、哦，佛教是悲观，就是大悲观，是音菩萨啊，你看啊，一像。 有有一个道场叫做大悲寺啊啊，然后那些没有学佛的人就走过来说：“那隐生的该惨嘛，个叫大悲哀，人生的、啊、活着已经很辛苦了，还、啊、还命这个名字叫做大悲哀。哦，同样的掉，悲哀的对哎，这世间人呢、啊、不能了解佛菩萨的心，悲不是悲哀。” 悲是拔苦啊，是拔苦观啊，所以你们佛教很悲观，这是对的。但是，一般人把悲弄不清楚这个定义啊，拔苦观，观世音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这个有什么不好？救苦救难大悲观世音菩萨嘛，啊。 所以这个、啊、大悲啊，哎、啊，这个要念国语的比较好啊。那那那有的人呢、啊，他、啊、对佛教没什么信仰，不太会念。你讲多、啊、悲观世音菩萨啊？你讲啊，我是西多坤啊啊？所以他对了佛教了解不是很透彻，有时候、啊、念国语，有时候念台语。无上大悲啊，清净宝王。 那所以佛教啊不是悲哀啊啊、哦、清净宝王散开我心呢？清净宝王当然是指佛了，散开我心了，能与如是种种的因缘方便提提就是提息，哎、呃、提息讲就是讲劝啊、呃，就是往上一拉，免得你下坠，要提，啊、呃。 讲就是奖劝来奖励你，来劝告你，引助成名，成就是凡夫，名就是没智慧。二圣人智慧不够大，是以出于苦海啊！那来提示讲劝引助凡夫二圣人来出于苦海。所以佛一大一年出现一世，就是要救苦救难。 救度一切众生，啊！前四句系仪，总三句赞善，后面是谢意，重复悲泪。此时阿难第五次悲感垂泪，故曰重复。哎，我拜呢，真严重啊！哎，我讲经讲了这么久啊，二三十年没看过一个比丘哭过。 哎，也没看过几次哭过。有有有居士来是大陆团啊，或者几次来看到师傅很激动，很激动。哎，他会感伤了哈，会感伤。重要的，他们大陆团来啊，就一定会做几种动作啊。第一啊，就是希望师傅加持加持啊。哦，来啊，么么顶，么么顶。 第二，他就是一定要皈依啊，就简单念一个皈皈佛、皈法、皈僧啊。大陆团来的一定是这样。第三，那就绝对不会，你跑不掉的，就一定要合个影。如果不合个影，回祖祖国大陆，死不瞑目，合不上眼。啊，他们他们会自己会解释，假象是假象。 可是我们还是很喜欢跟上人合个影，我起码有没变北家人啊！哎，真的，讲久了已经，这个腔、啊、已经像山东啊，或者像四川。北方人呢、啊，讲我就是讲哎哎，嗯，是故意重复啊，是第一次因被邪术所惊。 起讲归来，顶礼悲泣，恨无死来。一向多闻，未前道力。啊，哭了第一次。第二次呢，三米被迫之后，重复的悲泪，啊，这自述是否为神不勤定力，所以虽身出家，心不入道。第三次，险境乌桓科当中。 垂泣叉手而拜佛言：“虽承佛音，悟妙明心，未敢认为本源心地。”第四第四次，十番显见之后，普望出真之科，因文渐渐非溅，崇祯迷闷，悲泪顶礼，求佛是大会目。诸位啊，为什么叫做大会目？一个人没眼睛，就什么都看不到。 修行啊，记得解如木，行如主，解行并重啊，这个才是佛法。啊，佛法不是说我苦了得要还不是那样。要先把解弄清楚。为什么要听经闻法？哎，就是要开大会目，开佛的正知正见。今乃第五次信物寄身。 欲结佛恩难报，所以这个碑类顶礼啊，对上为谢前，往下为请后。哦，这相同款款不？啊，对上是对上面那一段文章来讲，是对上面那一段文章来讲啊，为谢前就是谢前面的开始；对下面那一段文章来讲，下就是下文。 所以，对上文来讲为谢前面之开示，往下文来讲为请示后，啊后是什么？后面呢、啊？连续的开导。常和长跪合掌，二百佛眼皆是敬也，无上大悲清净宝王者，佛即同体大悲。什么叫做同体大悲？就是心性都一样，我们的体性。 跟佛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、啊，因此啊，佛就度啊啊众生，其实是他心中的，该有的责任呢、啊，啊，所以佛并没有觉得说他在度众生，虽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可度啊，所以在座诸位啊啊，你们是我心中涌现出来的众生，让大家都成佛，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！ 所以我每次讲经说法，都怀着一颗喜悦的心、快乐的心、无上荣耀的心，哎。所以啊，连鬼神呢、哦，在经典记载哦，啊，法师不说法，鬼神会愁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得度的。所以，这今天呢、啊，在这里啊，讲的讲《楞严经》啊。 啊，除了我们利益我们的讲堂啊，法师啊，还有这些工作人员，还有这些啊居士，最大的利益是谁？最大的利益是这些点灯的，还有在地下室这些亡灵的牌位。这些经典里面讲啊，有说法处，说法处啊，四十里内皆超度。 若有如果有讲无上的大法。